我叫加浩，我是去年加入华轩的，去年在《你好，大姐》里演的 Sony，这次演的是一个非常比去年还要犀利和帅气的角色，非常的深邃，有思想的年轻人。这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比较复古的欧洲的戏，所以我是一个挺喜欢复古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一定特别好看。